喺啲棍倉啦，唉，唔使怕喎，佢係日野嚟噶嘛。點解要搬？哦，香港地方細小，款樣款呢就好牙定噶嘛。呢，所鄉嘅情業邊呢，就限份好多地方噶啦。唉，如果響大陸啊，連坐都冇地方坐啊，一定要孵化噶嘛。咁嘅危空日子。 等我向玉叶帮你连塞你嘅荣烟会呢，佢就得噶咯。不过要都要唔错就得噶哇，你骨呢要逐条逐条咁挖干净佢，然后逐条逐条放翻落个青叶边，咁先得噶哇。对脚呢，嗱要捆坐先舒服噶。如果你调整捆摆呢，即系攰起拧啦哇。如果玉叶成日攰拧噶，你挤船打鞋得稀奇啊，好冇发达噶哇。啊唔错啊得噶呢个科啊。